哎，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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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是谁啊你？哎，这掉把水瓶进我们工厂啊！你是谁啊你？啊！我是这里的经理啊你！你这个小咖，刚来的这个警卫是不是啊？不好意思，今天居然这么的猖狂！啊，总经理啊，总经理不好意思啊，我要教训这个新来的警卫了。你才搞不清楚状况，他可是我们的董事长啊！是董事长。